本土这个艺术带入课堂。咱们的孩子都是生在兰州，长在兰州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要养一方文化。所以说我黑板上画的一些这个羊皮筏子也罢，这个北塔山、黄河铁桥、黄河、骆驼，这都是咱们的兰州元素、地方特色，引起同学们的重视，对美术课的重视，喜欢美术，用我们的笔画笔了来这个歌颂我们的家乡，歌颂兰州。我觉得他的上课方式很独特，然后让学生也参与其中，对，就是我们的故乡兰州产生无限的遐想。看到的北塔山以后呢，它整个山比较平点是吧？起伏变化不大，但是在我的画面中呢，它里面有个连绵起伏，有一种韵律感，节奏变化。